用你自己的名吧，我不放心，我就这么回事，我不放心，我可以不要，但是吧，咋说呢？房本上得有我名，哪怕就是咱俩的名也可以，我得就是说，我得在这嘎住吧，我这心踏实。我是咋呢？短婚史，我原来来的老公是咋呢？他是光顾做买卖的，我俩在那干了5年，后来吧，可能也是一直可能没有小孩，俩人吧可能也出现点矛盾。从24、25岁我跟他离婚之后，我自个在那个黑罗糖酒那个窝，我自己又干了5年，哎，就是我就卖小摆。都是小摆，就是什么针织品了、鞋垫了、鞋了、变形金刚了。那时候小孩玩的那种，这么大点的变形金刚，就专门卖那些小东西。后来我嫌那些东西沉，后来我就改成啥呢？就是，结婚用品，比如说就是你18、8块钱上的吧，你就能卖个40、50的那个花。那年呢，那上班才挣多钱呢，一个月才几十块钱、10块钱。我那时候那10块钱还不够我个把小时。我批发市场它起的早，你知不知道？不像说零售市场9点多那个去，晚上摊点黑都行。它零售市它批发商咋呢？5点多钟你就得起来，6点多钟你就得到那嘎子。完再说上货卖货都我自己。那时候跑哪儿呢？跑那个沈阳和天津。那个时候吧。给我介绍有两个，就是条件挺好的，也都是做生意的。那时候一听到身边有孩子吧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出床的时候，我旁边有个女的，她就离婚了，找一个就是那个男的吧，带一个吧几岁的小孩就不行。他说瞅那孩子闹心，完了我这一寻思不行，我也不能找身边带孩子，就找身边带孩子，我瞅也闹心呢。就这么一来二去的，耽误能有15、6年，就耽误一直耽误到40来岁。后来40多岁以后，我一看。行了，算了，那就先不找了。等再岁数大一大，就找个直接退休的，孩子大结婚得了。是30岁的时候，后来找一个是朋友给介绍。反正这玩意儿可能是命。再跟我在一起待1年之后吧，他就有病了，有病后来我就给他一直给他照顾走了，是我给他照顾走的，我一直给他送到最后给他送到朝阳沟，一步拉倒了，就这么回事。后来我就通过他这个吧，特别伤心。我就这一晃用10来年了，他是12年走的，快10年了嘛。12年走的，后来我有2、3年精神不正常，过后管我姐跟我说，她说那个谁老苏走之后，她说你就是，精神都不好。我有泪说了，我就忍不住。就是觉得虽然那个时光很短，一年，但是觉得很幸福，是吧？跟他就怎么说？他那个人就咋呢？就是犯事吧，他完事他就都为我考虑。我现在就说任何负担没有，就说看病啥的我都能那啥，都能负担起，我自个完全可以，完全都可以。而且没孩子，对呀，而且就是有退休金，对呀，我就在那涨2年3000来块钱，我一个人不也挺好的吗？什么高啊矮的这个那的，我不挑人，人只要干净利索就行，是不是？俩人能在一起过完就拉倒了。我在仪器，就是做那个维修，那现在每个月的工资大概多少？每个月也就是5、6千的呀。老家是能安的，我是那个农村考学过来的，考的是汽车厂技校，我是78年考的。78年考的，就刚恢复高考制度第二年考当时咋想着就是要我要考出去呢？对，那就是农村和那个城里，它毕竟有差别，都想奔城里。现在是上夜班，上一宿，完了那个休那个2天，一宿啊，明年退休，退休反正能多再多点。那退休要比现在对，还要多？对，能多点。那大概就是6000往上了，7000、7八千吧，就那样。那你就是一下子从5000多就变成7、8千的这个每月的退休金了。我爱人就是那个有病去世了，2015年，从那个开始，我就是自己的，他是脑出血，他也在仪器上班，他在仪器解放工，反正我就想找一个性格比较好一点的。那个，就是说身体好一点，其他方面没有什么要求，什么，有没有工作了，或者是那个有没有那个退休金了，这都无所谓。毕竟我这个条件，要说那个找一个老伴儿还能养得起。你看哪家？这家开门了。
你先进吧，你先进，我先进，先进吧。哪是我先进的啦？来来来来，进来，哎，你好，坐着，行，哎呀，穿着这样就开心。那小猫挺漂亮的，小猫还挺漂亮的，小猫挺漂亮，大姐喜欢动物哈。我原来养的小狗是姨妈白的，比它再大不点儿。现在不养了？不养了，掉毛，我就想这边有毛。猫也掉毛。我姓李。我姓戴。你好。然后是李秀琴大姐，戴万寿大哥。坐吧。行，你好，坐着，坐着来。行，还行，还行啊。嗯，就是个头还不错。个头挺高。长相反正，也那啥，也挺满意。我看他挺干净，你看家养个猫，我看这屋里还挺干净。养猫这个细节能看出来，这个那当然了，要不得毛子毛满地都是啊，要埋着呢。你看那沙发，你看沙发，没毛啊，要不沙发不一层毛。说话唠嗑，看看行不，看看能不能就是谈得来。对对对，说到一块儿去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共同语言，沟通一下子。你是那个哪年出生的？我68年属猴。啊，你是属什么的？我是63年，属兔。对。你看他对属性挺我叫那个谁，我哥我二哥就属兔的，63年。你抽烟不？我不会抽烟啊。那最好了。我抽烟，对抽烟不行，我有咽炎。我闻着烟味我受不了。属相也行，不犯相，那个烟不抽也可以。喝酒呢？喝酒就是说咱不能说一点也不会，就是说你得有一个定场合，那谁能不得喝？那咱俩又对路子了。咱俩又对路子了。你要这么说对路子是不是？我也是有场合了，有那聚会了，或者是就是高兴了，或者是来写啥的，对对，不能不陪你陪喝一个。你能喝多少吧？喝不得起一瓶儿啊。一瓶白酒啊。啤的啊，那能喝。差不多少呢，这酒量差不多少。你也能喝点。我就一瓶啊，多一点不行，我就一瓶喝酒，叫你一瓶啊，再多就不行了。就喝酒。对。都知道王同学同志，那倒一瓶肯定就不劝我了。不行啊，不行了。你也别劝他了，他不行了。大哥也就这样吗？差不多少，反正也就差不多少，反正我，反正也就是一瓶吧。再一瓶，一瓶。一共两瓶。省啊，喝的省。反正都挺合牌，可以这么说，都挺合牌，各方面，就包括喝酒都挺合牌，是不是？这些都行。生活习惯啥的都行。是，就有乐器。啊，有乐器，那个葫芦丝啊，还是二胡，二胡，嗯，因为啥呢？我也不会整这些东西。那你愿意听不？还行，我最愿意听就葫芦丝，葫芦丝吹一吹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歌的歌，可好听了。那葫芦丝，二胡也行，没听过好像。没听过，来一首。好像没机会来，你就来一个你拿手的得了，来一个拿手的得。我来一个最经典的。好，行。对，拉的挺好，拉挺好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拉的也挺好听，反正我也不咋听啊，我一般我还真不咋没咋接触这二胡啊。那你支不支持大哥喜欢这个爱好啊？他喜欢那无所谓，我那话呢，我这人从来我这就这样，你喜欢就喜欢，我也不干涉，我也不管，这还是我不是我媳妇死了啊，我俩处对象就开始搞光速度满了，待了5年。后来那个就大鹏8那年，我俩就离了。那你中间没那个给你介绍啥的？有介绍的吧。那时候那个身边都带个小孩儿，我就没找。我爸一听说谁有小孩吧，我就打怵，就害怕，因为我床旁边就有带小孩的，他就不顺，他就过得就过不好，总过不好。完我就害怕，我说拉倒，我说我过一年再说吧。我这也有孩子，最好的目标就是想找一个孩子，没有小孩的，身边不带小孩的。完了那个，孩子结婚走了，就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比较好。我就寻这样的。那我们家孩子没结婚的，就一个字有点怕。
怕，哎，就是怕，是怕，还就是中间有个孩子会影响你们的感情啊，还是怕啥？不是，那都谈不上那么多，怕啥吧，说不清。人吧，瞅着好像还行，挺那个，小时候本分的，过日子还行，就是孩子没结婚有点那啥，看吧，一会儿唠唠嗑，完再说吧。没有孩子，就是说对孩子的概念印象不深，是不是？这个也是可以理解。喂。喂。喂吧。刚才那个他们那个相亲那个人来了，让那个谁，让那个介绍那个给，那你李姨跟你说两句话吧。啊，行。哎，你好啊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听你说话，这个声音就好像性格就比较好，我看是不是？啊，那是肯定的。我听你说话声音就特别随和，一个小孩。那肯定的。我感觉您也是。我这人就是这样似的，大大咧咧的，有啥说啥。我那个啥，我身边没小孩，我寻思咱常沟通沟通，是不是？以后你还能照顾我，我这岁数大了。行，那没问题。你父亲这人还行，性格挺随和的，唠了一会儿了。我说就是主要差你这块，我说怕你有什么就是所说的不同意见吧。完，我寻思，我当然没有意见，只要没有意见就可以。只要我父亲跟您相处的好，他开心快乐，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喜愿了。这孩子挺孝顺。我听他说话呢，这还比较孝顺呢。听着了是呗？意思我对他爸好，那意思他就放心了，他就高兴了。这一通电话，你这心里边，哎呀，有点底了。我我没有房子，我现在是租房子住。没有房子没关系，你就可以，就这房是我的，你现在我的名，这个就上这住了就没关系。我的意思就是咋的呢？用你自己的名吧，我不放心。我就这么回事，我不好意思，我可以不要，但是吧，咋说呢？房本上得有我名，哪怕就是咱俩的名也可以。我得就是说，我得在这嘎住吧，我这心踏实。你要说换你的名，换你姑爹的名，那我就心里总寻思有一种啥，哎呀妈，这今天能把我撵出去，是明天能把我撵出去。因为问题我跟别人不一样啊，我无儿无女，我没有定去啊，我现在父母也没了，我没有定去，现在是差这个。如果有儿女。我就不跟他。但是我还是强调，就是说现在说改名是不可能。啥都是以感情为基础啊，处不好的啥都好说，对，处不好的说啥都有点早。就是我打上保票，到时候因为就是假如说真处不好的话，姑娘撵着或者咋地，那你看我这保票我不能打。当然来讲，有一个保票我给你打，就是说这房你不住，我可以给你买房，我可以给你买房子呀，对不对？你住没定住吗？这房我不给你，我给你另买房子。你知道你这个那也可以，那你看那房子我都是嘛，那也可以。不是，你就看处到什么程度，是不是？你这得看你俩能不能走到最后走到。你要还没准，就是说咱退一万步讲，就是说还没准，我俩处现在这个二婚的那个啥，处不行了。是不是这俩人就分开了？是不是这种情况吗？像大哥说，是，大家得就是接触接触，看看具体相处的过程当中合不合适啊？是，对对对对，我的意思也是。对对对，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处一处呗，是，处一处再说。就都想处一处啊。是。对于今天的相亲，你有什么想法建议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老铁们，喜欢星空的给个关注，点个赞。下一集继续精彩，咱们回头见。